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不睡着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却慕你。我在生说中曾如此赞耀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最终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要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歌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醉了骨髓飞游，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尊尊赞美你，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尊赞美你，我也要以欢乐的尊赞美你。每一天我要赞美我的神，大声，每一天我要赞美你。Yes, Amen, Amen,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唱出来，不论是怎么样的，就是把它记在心里面，就是以自己的调子来唱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把神的话语记下来。嗯，我们唱就是为了记住它，感谢主。也在操练我们的舌头，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在这个字的咬字音上就很快那个舌头转动啊。来，还有谁呢？快一点，感谢主。要大胆的演，就是唱出自己的曲调来，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就是呢，那个神的话语就一直往自己的心板上刻。嗯 ，OK， 我要试一下。好的。赞美主，哈利路亚！ Yes,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里，我可想你，我的心起来羡慕你。我在神所从正如这山羊你，唯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最重要颂赞你，我会好的时候，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Yes, 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抱住了归水飞游，有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good， 来继续，非常的好啊。
圣灵都有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带领啊，感谢神，那很棒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步，其实能够自己用在神的国度里边，在圣灵里边的带领里边唱出来，这个是非常棒的。来，还有谁？老师，我试试。好，自己的歌是吗？可以，可以。哈利路亚，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神说中曾如此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和你的荣耀，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追身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祝寿，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爆竹乐谷水飞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曲调出来啊，真的是感谢主。嗯，来，继续。来，圣灵催促你，你就马上打开你的麦，快点，赶紧唱，不要等候。圣灵说：“你快点唱，快点唱，那你就快点唱。”没有什么，可以想多的，我就一直在，啊，你快快快来。徐云，你要试试看嘛。Can only read. I'm not good at singing. Okay. Yeah.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顺求你啊，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向你，我的心切莫你，我在神所重承入起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圣灵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承受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时候的思想你，我的心就像抱住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Yes.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
mainly. Yes, amen. Yes, this is it. Amen. 看嘛，大家都能够很顺利的读下来，真的是感谢主。 还有呢？妮妮，你在笑？你是想读啦？哈哈哈哈哈！妮妮来。<笑> OK OK， 我唱啊 ，Can you hear me？ 你听到吗？听到啊。真。 怎样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请求你，在一万平方无水之地，我可想我的心切慕你，我在胸乡树中中路。 比起想和你，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为你的可爱比生活自豪。我可怎样读啊？是我。 求上护你，我会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要怎样你，这样称颂你，称上你，我要。 奉你的名祝福，我在床上祈求你，在天使的你，我的心向你保持，苏菲佣。 我要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也要用也欢乐的嘴唇赞美你。Yes, amen. 看，可以唱出来，也可以读出来啊，真的是。 感谢主哦，感谢主，继续，继续，我们继续加油啊！不要满足于现在的现状啊，继续抓加油。我要听到有一天你可以把自己这个诗篇可以背着来，很顺利的把这些神的话语说出来，这个就是已经成功。你们就可以在合场上向人家诉说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很。 畅通无阻了，对，舌头就不打调了，那就讲，舌头就是不会打卷了，就是不会打调了，顺嘴就可以说出来，顺嘴。啊，还有吗？还有谁没有来读一下？ 那如果你唱出来的话，那最重要是要你读出来，都可以，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有一个弟兄还没读啊。啊，我们的弟兄对，啊，曾弟兄，嗯，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曾弟兄，嗯。 现在不能唱歌，<笑>不能唱读呀、啊，要吗？试一下，读可以。<咳>来加油！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寒僻 发无睡之地 我可向你 我的心却慕你 我在生 说重 真如气 张扬你 我要见你的能力 和你 因你的慈爱 毕生 名更好 我的罪尊要松在你 我还好的时候 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 出手 我在床上戏 养你 在一更的时候 细想你 我的心就想 抱住了骨髓飞油，我也要已患了的罪，尊赞美你。我也要已患了的罪，尊赞美你。阿门。我们要已患了的嘴唇赞美你，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 基本上大家都能读下来了哈，不止能读下来，还能唱下来，随着圣灵的曲调啊。那感谢主，那肯明老师下一个就是他们基本上都能读下来啊，都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了。对，主要还是那什么哈，要自己在。哎呦，哎，Grace姐妹没有读哎，唱给我们听一下。 让Grace姐妹唱一唱，好，好，好，再学一下。还没有，还没有，Grace姐妹。OK，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尊就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却慕你，我在深处，终身如期，徜徉你，为要将你，你能力。 你你你若要，比你是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要的时候要这样赠送你，我要奉你。 的命中接受，我要穿上思念你，再也跟你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抱住了骨髓飞游，我也要。 已患了的嘴唇赞美你，我也要已患了的嘴唇赞美你。阿门，阿门！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在家里练习很多次了的，我知道了，这个是不能够埋没你们在家里的努力，看到了，看到了成绩。 继续，我们还要加油。之后呢，我们肯定老师，现在我们要下一个要。我预备了一些的那些福音的词句，那李老师来带领我们念一念哈。是这个。来，我们开始读，嗯。 丰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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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Can I interrupt this 1 minute? Yeah. So I want to ask, I noticed you wrote fruitful and abundant, same the Chinese word. Is it correct? Because fruitfulness and abundant life i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isn't it? Fruitfulness 和 abundant 它就是丰盛的意思，还有其他的，你比方说，形容什么，看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在什么不同的句子里边，它就有不同的词语。那么总的来说，还是用丰盛比较，比较。我的意思是，老师，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朋友说，如果你顺着主，我们有，你有丰盛的生命。 So use丰盛的生命。Yes. In English, fruitfulness and abundant life has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That's why I wanted to ask. 这个 abundant 比较常用的啦，丰盛的生命。Abundant。Fruitfulness啊，就是那种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啊，就是那种丰盛。For gospel user, fruitful and abundant 是用丰盛代表比较恰当。 Fruitfulness 如果在其他的用词，你可以好像 Google 翻译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是针对 Gospel vocab， more on Gospel vocab. So when we share, we should use 丰盛 with. Yes. When we tell them that you believe in Christ, you have abundant life. Yes. And 丰盛 is the right. Okay. 谢谢老师。来，我们继续读丰盛。 丰盛，丰收的丰，盛盛开的盛，它有两个音，它一个是盛饭盛水，那你不是不可以说是盛水，那你盛水用杯子盛一杯水来，你不可以说是盛一杯水来，或者盛饭盛一碗饭来，你不可以说是盛一碗饭来，no，这个是盛和盛。 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大家都有丰盛的生命。Yes，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在不同的国度里边，谁不要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了。Amen。Okay，next。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Yes，丰盛的生命。 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来，这个已经生命已经不是很陌生的词语啊。来，这个生命呢是我们的 life，eternal life 啊，丰盛的生命就是abundant life 啊这样的意思，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非常好的意思。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大点声，没关系，大点声说，圣灵的果子，圣
圣灵的果子，老师，那个果字的字没有那个汉语拼音啊，它发清音，这个也是发清音，所以不发音，他们就是带过圣灵的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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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是，是我一个 question. 圣灵是 spirit 是吗？ Yes. Soul, soul 我们怎么讲？ Soul. S O U L. S O U L. 灵魂。灵魂是灵魂，对，soul是灵魂。 Soul是灵魂， 圣灵is spirit. 谢谢。圣灵啊，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灵魂，来，等下我们大家都要每个人都要读啊，比喻，比喻，啊，在马可福音，耶稣都用比喻来跟门徒说话，说比喻。 比喻，那有名誉和暗喻，那比喻通常它的词语都是一个本体跟喻体，就是把什么比作什么，这叫比喻的修辞手法，这叫比喻。嗯，修辞手法里边第一个学的，通常学的第一个就是比喻的修辞手法。那么紧接着啊，以后我们慢慢学啊，比喻，比喻，嗯，比喻。 啊，我把太阳比，把太阳花比作太阳，这样比，比喻的修辞手法。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嗯，好，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 你们不可以用那个音标在旁边讲那个谐音，那久了的时候你会忘记，你要认识这些字。好，撒玛利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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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撒玛利亚人。好，坏的撒玛利亚人。所以这边就是。 好，撒玛利亚人应该就是说，他这边翻译 good， 什么什么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这应该是听一个的字比较好。但是我们也明白，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不是坏的，是好的。来，撒都该的撒，撒，没有撒，撒。 好，撒玛利亚人啊，要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词语，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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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啊，他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来，叫地狱。 地狱，所以很多人就是说，那你这个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来，所以地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可是我们人呢，有些时候就口头禅就说，哎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很可悲的，那不会说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 他不会反过来说的哈，要反过来说哈。诱惑，老师，我有一个问，问题，地狱，如果我们要 explain 给他们说 means a lake of fire， 怎么讲？怎么explain 呢 ？A lake of fire 这，如果我们 we want to explain， you know， because sometimes people ask what is hell， I don't know what's hell， you know。 So if you say hell is a lake of fire, so how do we say a lake of fire? Explanation. Fire 就是火湖吧。嗯，火湖 lake of fire 火湖。火湖。对。Does it explain hell? 接下来在最后的日子呢？
被第二次审判，不是去天堂，那就是去硫磺火湖了。那火湖里边的火是永远烧着的，所以那个叫火湖。火湖，谢谢。是火湖。嗯，地狱一样的，它只是有不同形式。对，诱惑。诱惑。 嗯，我们就被什么所吸引，我们就被诱惑过去。嗯，我们有时候被这世界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世界上的一些事物诱惑过去，就忘记了天国的事了哈。受一点苦啊，我不要啊，我要去享福在地上，我不要啊，就被这个地上的东西诱惑过去哈，要小心啊，要小心。嗯，诱惑，等一下啊，诱惑。 诱呢，就是引诱，那个蛇呢，引诱这个夏娃来吃那个禁果，诱惑就变成一个诱惑，诱惑，诱惑。老师，temptation是诱惑 ，tempted 是诱惑去了，是吗？你说，temptation is 诱惑，是属于什么？ 动词还是 tempted verb？ 英文里边那是什么？ tempted 是给东西 tempted away， tempted yes, 被别的吸引走了，<笑>所以诱惑过去了。对了，非常的正确。对吗？诱惑过去了是吗？对，诱惑过去。嗯，被人诱惑过去了。对，来继续往下看，下一个词语，生命树。 生命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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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树
分别善恶树。哦，分别不是恶，分别善恶树，善恶树，恶善恶树，在牙齿的点你就不会发成恶的音，等等就跳出来，恶，其实啊，马来西亚呢非常的清晰，就是这个二和恶你们分不清楚，所以你们一二三四，所以恶把二读成恶真的是丑的啊，所以这个是恶恶人的恶，或者二别肚子饿那个饿呢，肚子饿的饿是十字旁加个我字啊，那个声音呢？那个声音是不是一样呢？这个音是一样，但是不同的字啊。善恶树，善恶树，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恶树，善恶树，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把舌头放平，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恶树，确认分别善恶树，就是说你不可以吃这树上的果子，你吃了这果子呢，就会
知道，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后果，所以不可以吃这三个树上的果子。老师，山是 good 啊？Yes, good. 恶，就是evil。恶，善是好。哦，善，善恶树。 对，可明老师，下一个，我们今天的 vocab 就是10个，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可以进去 breakout room， 给一些需要练习的， those who need practice， 我们会进去 breakout room 了。So 会试一下看可不可以在 breakout room 里面 share。 然后 Sister Grace 也在 main group 里面，就是在 main room 里面跟你们 share，so 那些需要多练习的，我们进去 练习好吗？好，其他那些就能够跟得上的，就跟Michelle 老师在 main room 里面练习，这样子 OK 吗 ？OK。OK Okay, I've already assigned Kaming and Mayna. And Chan to the same room one. Grace, I need to share you the slide first. Huh? You just send to me. Just a minute.